些火气长小垃圾距离的主题。然后影片发出来的同时呢，我也会把卖货变卖场发在限动，我觉得没有盖得很好，因为是手作类的，所以就只有五份，一份里面呢就会有一个金鱼跟易俊的 Y， 以及 Pulley 的符号，一包里面就会有三个一组，然后总共是五个，因为我也没有盖很多，只要有看到卖场连接就可以直接去下标了，就可以直接领了，就是小小的应援。这个是油漆笔，然后它有还没干，然后所以你们拿到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掉色，但应该不会掉得太严重。对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其实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有点小垃圾的存在。